数跟数学。厕所真的实在太臭了，我只能选择憋尿，不然就是到厕别间厕所去上。上厕所是我在学校最大的噩梦。扫厕所的学长姐提出要改进的地方。13宣导该如何保持厕所干净。14请清洁工帮忙扫厕所。15多用清洁剂。最终决定制作香包，宣导正确如厕习惯。Thank you.